编过的吗？对啊。这个在 pub 表演过吗？没有。哦，你这是是唱完就没声音了。你已经都没有第一次，你都已经没黄牌，为什么今天这么拼命啊？对呀、啊，很怕来一个新的挑战者，会不会是一个抢手？哦，不给大家觉得说那么旺没有抢的。啊，对对。所以瓜哥、啊，瓜哥其实他就在跟新的挑战者喊话，因为他知道那个人是谁。你旁边还有一个。你看，你旁边还有一个小小兵哦，小小兵、啊，就是他是我的前辈，我跟他觉得穿的好像香蕉一样，小小兵。哎，王志明老师，请。这首 Sunny Day 就是倩石向来最擅长的啊、哦，就是 R&B， 然后呢有一点迪斯科的曲风，英文的咬字啊，跟节奏感啊，我觉得都做得很好，很好，就是有一点点小缺失，到最后也。那个结尾的 above 的拖的那个尾音啊，稍微有点跑掉了，我觉得有点可惜。志豪呢，哇，可能就真的像你刚刚讲的，你知道待会要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物，所以很明显可以感觉出来你唱歌的方式好像有点改变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就是说你的 A 段呢可以印证了一个就是一个唱歌的道理，就是说不是浓浓的感情呢，就是要很放出来唱，才能让人家感受到。OK， 你今天 A 段呢，其实你不温不火的这样轻轻的唱，其实很容易，就是听的人其实可以感受到你的真诚、你的诚恳，又可以更加拉大你在副歌的时候，就是你的那种 power 啊。总之，我觉得今天两位表现都相当的不错。他们用最好的表演要欢迎新同学的家人，对，这叫鲶鱼效应啊！而且他刚刚那一首《听海》真的是波涛汹涌，我刚刚都掉海里，整个人都湿了，太厉害了！对，哇，好性感啊！你是吓到流汗吗？老师，因为我到后面你们听得很过瘾，因为我唱得很激昂，然后所以我就整个身体跟整个全部都在进去了，所以就比较激昂一些。是，荒生亮老师，请。倩石这个哇，动感热力十足，那个能量真的，当你投入一首歌，没有，就是你在没有压力情况下，你很 enjoy 这首歌的时候，你那个散发出来那个能量真的很大。那志豪呢？哇塞，完全是另外一个，怎么讲？就是说你有找到你的一个新的境界，我可以这么说，尤其在后段的地方，真的很过瘾，你那个高音哇，好漂亮。然后，而且你找到自己的方式唱，完全把曾志豪这个歌手在这首歌上面表现得很棒，所以两位今天真的非常精彩，好，谢谢老师。不知道后面那位是谁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看杨倩石三 day 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，请给分。这首好听的歌曲得到老师们很大的赞美，分数来到89、90、91，小数点继续跑，还有没有？92，恭喜得到92分。曾志豪唱到流汗的听海，到底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，请给分。这首波涛汹涌的听海，分数来到87、88、89、90、91，哇，分数上升很快，92，还有，恭喜得到92.2分。谢谢谢谢。今天有位新同学，就是震撼教义了。哎，他也是好像歌唱里面的前几名的。对对对，那我们来欢迎他，前辈啊，前辈，是你前辈。对，他很小就出道了，可是他的学弟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这样。对，哇，这到底是谁？大家很好奇。欢迎3号参赛者。